考你们一题，你们现在每个人在背后比一个数字，一到三，一到三，我会数，我会简单的，对，简单的，一二三，然后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节奏，我看你眼睛，啊，张开眼睛之后我就把手肘伸出来，我看你们三个呼吸到底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对，来哦，准备好了，好，谁是三个老鼠屎？嘿，好，张开眼睛，哎。偷懒，等一下，那我知道大家的逻辑是什么。
第二阶段第一题就输了哦。GV 啊，第二题是足球，好，应该可以吧？不然就不会有投打的问题。来，闭上眼睛哦。好，谁是森林鹤的老鼠屎？嘿，这不也不一样吗？我是这样。不一样。你们两个是踢出去，然后盖伊斯这边要踢。那我觉得这个。
三女士，你们被认出来，要求自拍未来动作。那我们身高一样，身高一样，有些太简单的，不一定哦。看，等一下，不一定，因为我知道他会摆什么，我也知道他会摆什么，惯用法这样子。好、啊。谁是三个个老鼠屎？嘿！你在干嘛？Hey!
下各位护旅，我们护旅有特别情况，最后一题了。麦药师，麦药师要在旁边看得很爽，对，很爽。你做几下？八十下？九十下？轻轻松松，轻松还好啦。所以我们刚其实默契其实还算不错，我觉得还蛮平均，应该有平均啊，应该有到平均。但是今天还是会有一个人会被踢出三节课，换成我们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啊。以后你就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盖伊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由你优美的伏地挺身来为我们做个结尾。九十下是不是？九十下而已啊，轻松啊，是吗？这个卧推180吗？哎、欸，差不多。卧推180，卧推180，伏地挺身或180，应该要加一个人在上面，应该要加一个人是刚刚好的吧？这倒不行。可以啦，你180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很强哎、欸，九十下、啊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有想看我们挑战任何项目，或是有什么游戏有趣的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我是江盖伊，药师，我 Miles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哎、欸欸，做完了、啊，做完你90了吗？还没。一口气90，这不行啊！我吃不行，一口气90，很硬嘞、欸。